不管行到哪拢是人。高雄前金有一间卖早点的老店，开超过一家子了，一透早人客就排队排滚啊！百公尺长。另外，伫这个百货公司有一场公益的活动，现场只要提这个大声讲，勇敢讲出爱，就送物件给你。现场是热烈滚滚。透早早餐店的头前排列的人是有够多，有的人甘愿等几啊十分钟，就是要来买。高雄前金区这间超过一甲子的早餐店，那假日的时人有够多，好食的包啊、甲烧饼，附近的外地人拢是专工来。哎，等多久？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，对。从哪里来的？哎，基隆，基隆，新竹，新竹来的，是慕名而来还是什么？朋友介绍。另外一个闹热滚滚的所在，是伫高雄的百货公司前排队上台，大人囡仔大声喊出“我爱你”。太太，我爱你。哥哥，我爱你，你以后要赚钱养家人。由公益团体举办的活动，连续四天，只要民众伫街路大声将爱讲出来，就使得到免费发热衣以及礼券等等的物件。鼓励大家爱爸爸甲亲人做伙每一个时刻，共同度过年假美好的时间。